好，有骨气，那就去死吧。阿威，你还好吗？阿威，怎么样，你们也想死吗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就是，真当我怕了你们这些人渣？动手吧。哦，你们都不怕死吗？许纯师妹，那你呢？我许纯师妹，只要你愿意将白衣繁衍来，我们不光放过你，还送你一颗魔草如何？你看看，你跟着这群人这么久，到现在一颗灵草都没找到吧？他们真的把你当同伴吗？我其实帮我们做事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因为到时候白一凡、刘威他们通通都要死，而你则会安全返回圣地，并且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是内门弟子，只要我罩着你，以后在圣地就没人敢欺负你。我呸，你这女人就别费尽心机了，许春师妹她绝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该怎么做？还是我家梦儿厉害，想出这个妙计，这下白一凡插翅难飞喽。那还用说，行了，我要回长老身边了，免得他起疑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。那是自然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们，你就坐等好消息吧。单只嗜血蝙蝠的攻击力并不强，但这么多数量呢，恐怕此府境后期的人来了都难以解决。不过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要我的命，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起，树龙护罩。这树龙护罩是我手上防御能力最强的符咒，短时间内应该能够抵挡过这一波伤害。先告诉我，是谁派你陷害我的？是王腾，还有高阳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快让我进去吧。哼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救你了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师尊会让我进去吧？你不是见死不救的人，滚开，滚开！白师兄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这个道理就是师兄给你上的最后一课。听到惨叫了没？白一凡这个兔崽子肯定死在里面了，就是可惜他那一身资源都埋在洞里了。他这小子弄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师兄你不能要求太多。至于这几个人把传讯符毁了，就让他们待在这自生自灭吧。难搞，这数量也太多了，看来护照坚持不了多久。虽说马上用古迹返回地球更省事，但我可是来魔坑历练的，一遇到危险就跑，还历练个毛？出来吧，血气之刃。血气之刃与飘絮步的配合，可以让我在快速行动中打出较高的伤害，即使魔符的数量再多也都难逃一死。灵火符，给我起！这威力真是赏心悦目呀，都去死吧。